灿烂，寻找每一个幻想。时间慢慢的过去，真是我一颗心，是永远不偏不倚的。很难很多很多，不是说大家想象中好像木之队跳着队就好像随随便便就可以拿到冠军，其实并不是，我们也是要克服很多的困难和伤痛。心中看见太阳。